慈济在美国纽约四所人文学校云端共聚，孝顺二字各自表述。长岛人文学校贵阳图演绎，音乐响宴，还有长岛青少年管弦乐团奏出《游子吟》。布鲁克林人文班可爱手语表演。自爱自重，人见人。我的妈妈爱我，我们爱，一起野餐。妈妈，我爱你，你好，伟大。妈妈，我爱你，辛苦你了。谢谢你照顾我，我爱你。阿布啊，阿妈，祝你母亲节快乐！祝你母亲节快乐！谢谢你给我这个生命，让我可以拥有这个可爱的生命。新冠疫情没有隔绝人与人的感情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秦慧仪、林玉雅，美国报道。